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创世纪，我是老头 Old Man， 耶、yeah, ！今天继续来玩这款游戏哈，那可见呢，老头私底下都没有动过这个游戏，所以说，东西都没有改变，一样就是盖一个方块物，然后多了这些鬼东西啊。那其实说真的，你们之前所看的那一集呢，上一集试玩呢，其实已经是隔了一个多月的事情了。所以说呢，老头现在已经不晓得这游戏要怎么运作啦。哦，那部影片是一个多月前的事情嘛，只是昨天才上传，因为后来突然想到我录我忘记了，然后后来就刚好啊想说算了，放上来看一下大家喜不喜欢，就想结果稍微看了，大家好像对这款游戏还蛮有兴趣的啊，那我们就继续来玩这款游戏好了。然后呢，我看那个网络上的一些兄弟们留言说香菇可以当食物来吃，是不是？哦，不过呢，我们没有找到香菇。我现在对于这款游戏完全就是生手啊，生手啊，完全不了解啊。那基本上呢，这款游戏再怎么看都感觉像是看图，按照图做东西的一种模式啊。因为它这边都会提供你一些需要什么才可以制作什么。哦，那这些东西全部解锁的话，我就不晓得可不可以，就是再继续玩下去啦。反正之后再看看吧。哦，你看，像他做这个需要煤炭才可以解锁这个煤炭火炬，好像效能更高吧？哦，还有什么木梳架啊，这个都不要理他。我看一下我们今天来做什么任务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皮革护肩啊，我们也可以做装备来着的，也可以来做药水啊。可惜我们土蘑菇只有这么一点点儿，没办法做。不过我们先追踪没有关系啊，我们看看哈，我们来做个锻造炉好不好？首先要一个切割机嘛，我们已经有了。哇，还要这个实质能量手套、哦。哇，实质能量手套要土蘑菇，开采铁磁铁矿，我们也需要找到磁铁矿，还要锻造这个石药锭，怎么那么难做啊？等一下，我该何起何从呢？我想一下该如何起头啊？还是我们先做身上的装备啊？看一下啊，我们身上装备都一件都没有哎、欸，那我们先从身上的装备开始做起好了。哦，这个其实都要皮革，皮革是打谁？是从生物掉落，所以我们现在是看到有那种野生的就把它打死就对了。哦，我们找一下。啊，有人说这个是有点像装材质包的麦块啊，其实个人觉得也无从反驳啊，就真的还蛮像的，只是缺点它有这个，哎呦好痛，哎呦，据说这个是可以收可以驯服的哦，好像是可以驯服的吧，只是不知道怎么驯服而已啊，哎呦我该不会死在自己家门外吧？这游戏也不能隔挡 ，Oh no！ 我要死了。Help！ 嗨！哦，他死了。我看一下，看一下怎么拿。哦，可是没有皮革啊。说好的皮革呢？该不会是打野猪吧？可是我现在没有这个余力可以打野猪啊。我已经快要往生了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可以做基本药水了、哦。哎呀，算了，我们现在做基本药水好了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土蘑菇，在地表层。地表层的意思是在山洞内吗？在山洞内这样子吗？是这里吗？感觉这里很恐怖哎、欸，这里是很恐怖的呢。会不会有神秘的生物跑出来吓人？啊娘喂！我才刚讲而已，哎、欸，太恐怖了吧？说出来就出来，你也不管我受不受得了是不是？太恐怖了，我就乖乖弄一下岩石好了。他是不是看到我了？啊，好、啊，他来了。为什么这个生物比麦块还恐怖、欸？我说真的，这个游戏的生物比麦块还要恐怖啊！可以不要这样吗？真的是吓到我了，太恐怖了！怎么这么恐怖游戏啊？烦死人了！没关系，我们可以探勘更深的地方。哇，通过制造菜单才可以提取。需要提取通过制造菜单创建这个鬼东西，创建这干嘛？哪一个啊？在哪里啊？是，我看一下，
不见了。这个吗？采矿期？等等，这个我们不是做过了吧？难道我们没有做过这个东西？好吧，我们回去做看看好了。哎、欸，让我进去，让我进去。这个可以做石板，然后这个可以做木板。好，这个两个做完就做个采矿机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打什么水晶碎片？年历可以投资，这干嘛？好多东西都不懂啊。然后我们就一直撑，我们就一直在这个血，在这个血量一直不断的跟这样就对了。来，拿起来，拿起来。然后可以做采矿机，哟西，采矿机在哪里？还是说呢，只是解锁而已？好，在这里。所以说，它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在采矿机当中制造可以提取采矿，所以做这个要放在那个下面是这样子吗？嗯，哦，我大概懂他的意思了。这个必须要在下面。哎呦喂，阿娘喂，哎呦，回家哦。No， Oh my god， Oh my god， 哎、欸，虾米？哦哦哦哦哦哦，哎、欸、哎，别这样，别这样，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，有话有话好讲，好讲。哎呦 ，Oh my god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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让我上去，让我上去。天哪、啊，这个游戏，走走。哦天哪、啊，完了，我死定了，我死定了。这是锁门的意思吗？哎、欸，有没有办法直接到早上啊 ？Hello， 我想要到早上，有没有床？这个游戏有没有一觉到天明的功能？好像没有哎、欸。哎，难过难过。工具这是干嘛？什么110是干嘛？也没说这可以干嘛。哭哭哦。我们看一下家具就知道了。哎、欸，有牧场哎、欸。所以说的牧场我们也是可以拿来耕田嘛，是吧？可控制。哦，还有电路板是怎么回事？哇、哦，这个还有分一些建筑，还有希腊式。天哪、啊！皮革，我们很缺皮革，我们要怎么到早上呢？您说，你看这边就一只了，哭哭哦。干嘛啦？一直显示那个是什么意思？是要我做这个是不是？我才不要做嘞！我已经很多了，储藏箱也不用做了，这就差一个哈。哦，其实各种花可以拿来做药水就对了，所以说不一定是规定要特种香菇，只要是蘑菇再配上树花，各种树花都可以做药水啊！太好了，我们还是等到早上再出门行动好了，先在这里等着。啊，兄弟们，你们回来啦！已经早上了啊，终于早上了，太好了。好、啊，现在这个早上这个阶段应该是不会有很自霸的生物出现了吧？啊，咱们现在就乖乖就是多收集这些。哦，要、哦、这是什么 ？Oh my god！Oh my god！ 这里虾米啊？哎呀，洗吧，这个游戏实在太恐怖了。哦、啊，我知道了，这是那个白天的怪物被着火。哦、啊，我知道了，这跟麦块是同一种模式。到了白天呢，那些生物会因为阳光的关系，然后燃烧被烧死啊！好了，我刚刚又被吓到了。这款游戏你确定不是恐怖游戏吗？我一直认为这恐怖游戏哎。啊，不管了啊，赶快做药水才是重点啊！不然我真的又要挂掉了。可以做了吗？还可以做了，太好了！终于做了四瓶药水了，我的人生又填满了。太好了，这个门房里面烦死人了。怎么吃？哦，有了。也太少了吧，算了，虽然有点小气啊。我们先去那个洞窟里面啊，应该是这个洞窟里面吧。这个应该是可以开采我们要的岩石啊。好，那这边就有一只猪，来放一下火把先啊，把这里照亮。哦，死鬼，好恐怖哦！这些猪不要理他们，应该是不会怎样吧？我想。
这个是要用黑曜石吸哦，这就可以开采了是吧？我们看一下怎么使用哦，按右键。哎有哎、欸，可是只能用一个这样子，我也只能这样子啊，会不会太麻烦了点啊？好吧，我们就等它制造完毕啊，我们再来看一下。要许哦，那只螃蟹居然在那里，他妈的吓死人了！哎、欸，这个游戏真的很恐怖哎、欸，不是我要讲，真的是很恐怖啊，太恐怖了吧！好，我们看一下开采的状况啊，他这样下来是一次就六分钟，所以说他是可以一次采五分钟。哦，我们还可以就是说放了之后我们就不管了，我们就去旁边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然后慢慢的去采这些。黑曜石，哦，没有黑曜石就这样出来了，一次才采一个，超好笑的，好、哦、啊、哦，而且是消耗性的，我觉得这样还蛮麻烦的，说真的，这样真的蛮麻烦的。不管了，我们先去做一整套，哦呦，哦许哦，我们先去做一整套装备好了，好、哦，我们打这只猪，啊、哦，用这种方式打呢，基本上都不会受伤，有没有？你看。清洁溜溜，哇！这只猪非常的生气，因为我刚杀了他妈妈还是谁的？你看他现在非常的生气，他现在是要打我一死吗？也没有哎、欸。好，我们拿到了皮革，又拿到了红蘑菇啊！那只猪不知道为什么逃跑了啊！不知道为什么受到了惊吓，我对他，我什么事都没对他做，他就受到了惊吓啊！一个受惊这样子，算了，随便啦，无所谓。技术不好，请见谅。可以做手套了。先做手套再说，还有什么可以做？都不行，总共要九张皮革，好多皮革要收集啊！我们皮革现在都多少剩一张哎、欸，我们还要八张皮革啊！皮革啊，我们这样剩一个啦，太可惜了。那个炸掉好像不会给皮革的样子，我们只好杀那个猪，猪会给皮革。哎、欸，是这个洞窟吧？奇怪，我之前放的火把都不见了哎、欸。我一直找不到我之前那个岩石的那个地方，我一直找不到啊！开采那个黑曜石的那个地方不见了、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到底在哪里啊？天啊！这个火把有时间限制吗？不可能啊，因为我插在我家里到现在都还没消失啊，是没理由消失的东西啊，对不对？天啊！哎、欸，这边好多好多香菇，我们做点药水好了。木板，全部拿去做木板。我们等下多做一点开采的啊。那个火把要做哈。哎、欸，玩到什么了？算了，不管了。我们火把也不够啦，真的是很麻烦。火把哇，木头全部拿来用了，可以取消吗？可以吧？哦，可以。我们其实也不用这么多嘛，对不对？重要的火把还是要得做一下 啊，只能做两个，好不？十八个也是够了，好吧，就决定是这个地方了。哎、欸，这个地方就是我之前开采的啊，是在这里吗？哎、欸，不是啊，啊，算了，我们探更深的地方看一下好了。哎、欸，对啊，是这里吧？哎、欸。Oh my god！ 嗨，你好，你可以不要这样子吗？你应该是不会打我吧？来，乖乖，打不到，尴尬了。可以不要这样吗？哦 ，Oh my gosh！Oh my god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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 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！哦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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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在哪里？哦哦，是啊是啊。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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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！Oh my god！Oh my！Oh my！ 啊！就是要打这个螃蟹啦！我想，哎、欸，我会死，我会死 ！N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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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 太凶狠了，太凶狠了！补这个血是能补多少啦？等一下，这真的太凶狠了！哦哦哦哦！九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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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的！救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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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要想办法怎么对付他、啊。
哦，好了。我靠，你跳这么高，你有事吗？你怎么可以跳这么高？你怎么跳这么高？哎，我就不相信。呜，你一个神反击。哦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去死吧，暗夜大闸蟹！撑啊，赢了！哦耶 ，baby， 可以做了、欸，我终于成功啦！裤子我来了。好了，这是整套的一个概念嘛，我终于成功了。天哪、啊，好痛苦哦，这个游戏。好，我们还是乖乖的去做一下采矿机好了。好，采矿机好像变成说，哦，采矿机可以现在现做了、哦。哎、欸，还不错啊！我看哪一个不能吸，我们吸比较近的，离家近的好了。好，我们先跳起来。好，这是往这边走嘛，然后这都是可以吸的。需要采矿机的呢，就是这个。来，我们放一颗在这里，加油，慢慢采。啊，等期待你，期待你的丰盛的那个成果。好，然后呢，基本药水不能做，那我们把这个。这个是什么、啊？追踪的那个给它勾掉是哪一个？好，按掉。好，我们已经做了一整套，不需要这个追踪了。好，所以说我们采矿机现在就可以现做了、欸，太好了。看到食物有什么？烹饪机，我们根本连做都不能做。110到底是什么啊？啊，队友还要耕田呢、欸，这可以耕田吗？梨，黑曜石锭哦，那我们必须一定要先做那个工艺制实质的能量手套啊，这个是一定要做出来的啊。哎、欸，没有、啊、实质能量手套，我们已经有啦、啊。所以说，我看一下啊，在哪里啊？实质能量手套一个啊，解锁还要再另外了，不是说已经曾经做过了，然后就那个哦，这也太麻烦了吧？这个游戏要花很长的时间去研究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死不死，我最近也没有时间在弄这个，看一下这个东西踩的怎么样了，还蛮快的，我说真的，这个踩的速度真的蛮快的，你看马上就有煤炭了。啊，煤炭之后我们又可以再升级更高阶的一些东西。做三样，放这里，继续采啊，不够就采。哦，这个也是要这样采集的、啊，超麻烦的、欸。而且这不是黑曜石啊，黑曜石是哪里来的、啊？是煤炭，所以我们要的也是要黑曜石，这需要石子才可以创哦。我们现在手上拿的是什么？木质、石子，所以说我们的石子也不能卖掉啊！天啊，咱们的石子也不能卖啊！我把石子丢了是吧？我记得我把我石子给丢掉了，对不对？好像也是丢了，天啊！我到底做了什么啊？所以说，并不是最高级的越好啊。Oh my god！ 我们还是去多采点两样那个花，随便的两种同样的花，我们才可以做十指手套。天啊，这样够了吧？还是不够？啊，终于好了，可不可以做十指啊？终于，太好了！我终于不会再离开你了。天呐、啊！所以这手套不能乱丢哎，我真87。好了，有这就可以多采点别的，多吃。那基本的药水呢？哎、欸，我们已经可以做这个了。哇，我们解锁，我们多了一个火炬照明，这个比原本的好多了吧？我觉得，这个感觉比原本的好多了、欸。看一下，好像还不错啦。OK， 我们去看一下我们刚刚所采的东西好了没？应该是在这个地方吧。等一下，那个它这个地图中间上面发光的意思是什么啊？看不懂。
看不懂，看不懂。在这里找到了，找到泥寮。哦，都有了，带回家。这是煤矿，但是呢，我要的是黑曜石。之前挖那黑曜石，不知道跑去哪里了，会不会在更深的地方？应该在这里了。这是什么？基岩啊！我要黑曜石。哦，有了，就是你了。黑曜石可以做很多东西啊，这两个我都要。再做一点，再做一点。这什么东西啊？欸，我们可以做锻造炉嘞，すごい，太棒了！咱们有锻造炉可以做了，终于有进步了。好，我们终于有进度了嘞，太好了，不再是完全没进度可言了。那这又是什么？吸一下好了。哦，磁铁矿，酷哦，好猛的磁铁矿啊！岩石，岩石，吸都吸。都可以吸，啊，这又是什么？哼，石灰石，啊，只要是这种特殊材质，我们都采一下好了，这都非常的重要。有 ，OK， 弄好了没啊？还没，有点慢，这种的会比较久啊，大概五分钟左右啊，对，五分钟。我看一下这里有没有，通常这后面都，欸，看这又有了，太好了。通常都是二乘二居多。哦，你看现在在采矿，它还有放那个轻快的背景音乐让你听，然后让你采矿不会太无聊，这样子就甘心呢，我啊，这么的甘心，来再多做一点。啊，不能做了，我们石板用完了，哭哭哦。好吧，我们就把这三个做完，我们就带回去。所以说呢，这后面的这些手套完全不能丢，丢的话你就哭哭了，因为它后面还有很多。你看，像这个条件啊，应该是说通过解锁这些条件都是需要这个啊。然后我们锻造一个黑曜石锭呢，我们就可以解锁这个了。所以我们等一下把我们的锻造台丢到我们家的房子里面，就万事 OK 了。哦，好了 ，OK， 结束了。Nice， 带走，爽，爽，爽，好了，不能再久留了，我们真的要回去了。你看，居然生了这什么鬼东西啊 ！Oh my god！ 哦哦哦 ！Oh my god！ 我要走了，我要走了，我真的不打扰了，我真的不打扰了，太恐怖了。还是先回家好了。哇，结果你也出现了，你也出现了。让我走，让我走，出门，门口在哪？出口，这里下面，哦，会痛，快走，啊，我的皮革快坏了，先关门再说，呵呵，啊，终于，啊，太夸张了这个，那我们刚刚做的那个嘞，嗯，我们解锁那个锻造台跑去哪里了？切割机、锻造炉，哦，我们可以做。我们最需要木板跟石头，石板，然后木头，一二三 ，OK 的。稍等一下哈，等它做出来。锻造炉嘛，六个，对啊。我们这都做完就可以做一个锻造炉，然后锻造炉再把它炉出黑曜石这样子。有了，啊，其实这样一台的话还蛮慢的哈，我们应该可以聪明一点，盖个两台是不是？对不对？我们切割机可以再盖两台，这样子事半功倍嘛。不过我们现在木头不够啊，啊，下次再弄好了，下次再弄好了。你为什么现在感觉超累格？是怎么回事啊？还蛮累格的，欸。也有了。好了，我们这样赶，我们这样子够吗？哎，等一下，我们木板刚刚是取消掉了，那算了，应该够，先做再说。就是你的锻造炉，做了一个锻造炉，咱们把它放在这里，然后呢，看一下要怎么制作哈。黑曜石锭，这个火焰的是什么意思啊？烧一下好了。
欸，只要十秒就好了，其实还不会很久哎。哇，还可以做融化的风蜡，融化的风浪，风浪哦，风蜡是可以干嘛？是怎样啊？是可以直接蜡上去吗？武器都可以这样子啊、哦？有点不懂他的意思啊。没关系，再研究上蜡是能做什么。好，我们先拿了一块，来，见证奇迹的时刻，我们可以盖这个了。哦，不是盖这个，解锁。啊、哇，需要的材料更夸张。啊，其实都可以做得出来的啦，蘑菇够啊。啊，这些我们到时候自己私底下找吧。啊，我们都要做出来之后需要的那个过程会比较少一点。今天影片先到这里啦。啊，如果有喜欢我的影片呢，记得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。或者下方留言，如果对这部影片有什么建议，也是一样可以留言哦。感谢你们收看，我是老头，我们下次创世纪再见，拜拜。